新港地区重要排水北港溪仑啊堤防受到凯米风台影响，已经达到满水。嘉义官员陈文忠前往勘查，表示水真大，尤其风台转回南河势，袂当轻敌，要特别谨慎。另外，民雄大排要注意液体抽水机避震，以防水患。新港地区重要排水北港溪仑啊堤防受到凯米风台的暴雨暴涨。也已经达到满水，盖关管理员陈文忠前往勘查，表示水真大，尤其风台转回南，雨势不可轻敌，要特别来警巡。北港溪吼，仑仔堤防遮吼，啊，当咱看到的，即、這个讲仑仔大桥施工的部分吼，即摆遐工程单位包括便桥，拢已经啊去予大水淹过啊吼，啊，即阵啊，即、這个北港溪的溪水吼，原来豆豆一滴咧。用大客吼，啊，希望讲啊，大家我那注意啦吼，因为这个凯米台风吼啊过以后，这个啊转回南，给它带来更较大的雨水吼，啊，尤其山区哦，山区一定落大雨，啊，即马水来灌水南平落来吼，为咱这个讲出来到过来，所以咱下游的所在有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这个水患吼，啊，嘛是要大家注意一下吼。这个水患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种大排，这摆水位已经10.7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自洪池目前7.多啦，吼、哦，7.多米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讲要有伊的，这个讲自洪池要够有水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关注咱这边种大排，排去边自洪池的集水口吼，加去边这个讲排去边自洪池出水口，咱的看这水流量来大，吼、哦。希望咱有官民吼，啊，大家人无代志吼，啊，卖啊下晡尽量莫卖出来，风雨真大，卖出来外口胡乱走吼，好，谢谢。另外，民雄大排要注意到液体抽水机来避震，以防水患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陈刚香采访报道。努力与坚持，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。破茧的曙光已出现，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。再创嘉义的梦想。